Hello. Hello. Nene. Hello， 你好。要选择你的舞台核心竞争力，颜值。颜值，我们都选了颜值。我选这个，因为我看不懂。那个是运气，运气可以，很好。可以，我觉得今天要靠运气，就是希望也是第一个表演，希望也是早点结束。我也想第一个表演。也希望今天表现啊、状态啊会特别好，所以要靠运气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真的非常好。谢谢，谢谢。请选择你的舞台上岗核心竞争力，只能选一个。我觉得这是 talent。对我来说，天赋就是我都知道自己从小一直想要什么。我是喜欢、热爱舞台、热爱唱歌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天赋就是 talent。我一直在做这个。